家又到本期视频，今天来玩猫咪大本营。首先要先恭喜一下猫仔的六周年快乐 ！Oh yeah！ 这六周年到底有什么活动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就是他有送我一个白金券。哇哦！我最高是7777，离谱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它是白金券。白金券过后再抽，我先来打一个，超级划算的月间活动全明星特别纪念。这活动呢超级划算的，因为它看到没有 ，SP 100万耶，100万，这就很爽。你一直打的话就特别轻松。来来来，我们就开干吧，开干吧。来，继续用这套，冲起来 ，Go！你第一次拉必定会中777，然后接下来抽就是看你脸了，抽到777，你又可以再抽一次这样子。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我们的白金券。来来，我们一开抽哦，来吧，3、2、1，是谁呢？等等，这个，等一下先，这个是，这是限定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是限定的哎，限定红色破坏者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棒，可以了。小锤40，大锤80。我怎么这么好啊？虽然说不是蓝眼睛。在哪呢？按小锤。
就开始杀。超级稀有的。没事，反正我觉得欧欧的舒服可以。要不龙皇了吗？龙皇了！哇，我操！我操！两次！欧爆了！欧爆了！两次啊！哇塞，两次啊！这就很划算了，太划算了！反手跟剑手啊，哈皮。我觉得不错。哦，没有了，没了，这就没了。这个好哦，两只超级稀有的。还有一只超级好的。等等，漂浮敌人。我的天哪！爽爆，太爽了。这攻击起来也是夸张哎！不行了，我觉得欧爆了，两只超级稀有，欧爆了！好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年的周年庆如何呢？我是觉得非常的棒棒啊，两个超级稀有，一个活动限定的。然后还有一个龙皇的，我觉得好香，真的太香了。好啦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视频呢？我是阿火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